不过我最近看抖音好多好多，就是，就是那种大学求婚那种，就是那种两个男生求婚那种，就我觉得社会包容度真的越来越高了。就我觉得最近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嗯，以后我们拍视频再也不用就这演一演的。也不是这，我不是一个，我也不是这样想。我想的有一天就是可以，就是啊，我不要，我是不婚，然后我是不婚主义，而且我是宾客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需要那个，真的不需要，所以不需要去期盼。就是有一天怎么样怎么样，不需要期盼。我觉得两个灵魂的相碰撞要比那些就是虚头巴脑的东西更好。而且我永远相信谈一辈子恋爱一定要比结婚，首先双方是更自由的，其次双方是更没有压力的。真的，反正我是这么认为。你站起来看我那本书的封面那个顶上那个笔在吗？没事不在，那没在这儿呢。你要笔吗？不要。你不要，你让我给你拿。不要。还踹我。我还想争做第一对儿。他什么都要做第一。就是在发布这个之前，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深夜排队。啥都要做第一。就是我觉得有那个东西也可以谈一辈子恋爱，你明白吗？但是有了那个以后，就是夫妻共同财产。不好意思，永远不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，这个永远不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。就我们一定要秉持着，就是男人有钱就变坏这一个原则，就是男生不可以装钱，就是你像绝对是不可以装钱的，所以没有夫妻共同财产，只有老婆的独立资产。然后你这样想，你永远都是那个被包养。Hello， 林轩，你永远都是那个被包养的小鲜肉，你不幸福吗？你想想，你永远都是一个被包养的小鲜肉。我的天，这个格局就在这儿了。好吧。然后我就是富婆，一听富婆，哎、天哪，这富婆又老又胖，就说我这个小富婆是不是又老又胖的小富婆？或者是反正一听富婆肯定是比小鲜肉的年纪要大，就他们说证可以有钱没有。反正就这意思，不行，咱们就受保护了，咱们就是就这意思，到时候受保护。男人挣钱回家应该留点自己花。嗯，其实没有必要，其实没有必要。对，没有必要，就是说的虚头巴脑的留点自己花，到底是自己花还是给别人花？你要是想给别人花，人现在抽空闲忙的接点某红书的广告啊，都得给他把钱打过去。就是，同样都是男的，就是别说虚头巴脑的，真的，男人最了解男人，给谁花，你那个钱发生，你想给谁花，你不给自己的家人花，不给自己媳妇花，不给孩子花，给谁花？给朋友花，或者是，是不是？都是男的，咱不装。那怎么准备惊喜啊？花呗啊，花呗啊，花呗可以准备惊喜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每个月就是告诉我该还花呗了，还可以去跟张叔叔借，该还花呗了，还可以去跟妈借，还可以去跟我的好闺蜜借。而且真的是好闺蜜，有事儿的时候，你看她回老家，二话不说，我会直接给她的账上转好几个 W。哎呀，好几个 W 的，不至于吧？上次就转了2K。那是因为你让人家回去装个逼的资本都没有。没有，我大家回去就是吃个饭都不敢，就是都跟他们说 AA。 上次他回老家，我为什么只给他转2K？ 因为他告诉我了，他只回家两天，最多两天，然后其实只回去一天，然后他最多只回去跟他闺蜜一起吃个饭，买一点东西。我说那两 Q 其实就够了，两 Q 就够了。
如果他是要回家办正事，我他上一次回家办正事，他有一次他真的回家办正事，我直接给他转了好几个 W， 我说没有啊，没有造谣，造谣啊，没有没有没有一个 W， 没有一个 W，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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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 Q， 我知道，你说我姥爷那次没有没有五 Q， 没有三 Q， 没有四 Q， 没有两 Q， 我忘了是多少了，反正没有，那顶多两 Q， 顶多两 Q， 行不行？顶多两 Q。咱就是说没有，咱别在这在直播间装逼，咱们不要了。就是咱这咱的银行卡里就没见过好几个 W， 咱就别在这说这些事。咱家没钱，我的总资产就一个 W。老骗我啊！总资产就一个 W， 钱都干嘛了？钱都还房贷还车贷了，哪有钱呀？车也不是买在人家名下的，车也是买你自己名下的。还拿我的驾照，还把分扣我这儿，真是！我发誓，我从来都不会管他的小金库什么之类的，我也不会查他的，就是小金库这些东西，我不查，就全靠自觉。然后平时他有收益啊什么的，他都会很自觉的转给我，因为我都不会去查他是不是没有什么有没有小金库，什么小金库？就比如就是。你机会吧，你没有钱啊？没有。你看，但不现在看没有啊？你看，我不看。你看嘛，我不看。你看，我不看。没有啊，我不看，我不看。对自己的，对自家老爷们儿，就一个字，就是信任，绝对不要看手机。我不看，就是信任。某红书绑的都不是我的银行卡，怎么能打到我这来？我签了一个 MCN， 直接就往他那打，我怎么整？除非我接的不报备的，我不报备的那一次，我好不容易攒了五 Q， 然后我想着给他个惊喜，给他买一个大鹅蛋，然后他那天说他不要，他就把那五 Q 给转走了，他说他不要大鹅蛋。你说男的身上留钱干嘛？就是乱花。你说他，你看他这个，他留那个私房钱在手里是想干啥？他想给我买个钻戒，真没有必要。我说咱是过日子的人，你花好几个 W 给我买那个钻戒，我不要。然后都想好那个 vlog 怎么拍了。我真不要，就给人家转走了。然后我就转走了。你说，但凡就是他这个，他要是存私房钱，他不是给我买钻戒？我感觉他现在就像是那种。咱别说别的，他给妈买可以，给妈买，就是他要是给别人买。你说这心痛不痛？我给谁买？我24小时都跟你在一块儿，我给谁买？我就是给大家打个比方，老爷们身上为什么咱不要装钱？你看，就是就直接就咔就心碎了，哎，是不是？还有个事儿就是，他我觉得他现在就有一种穷养儿子的感觉，他每次都给我灌输思想，就是我们家没有钱。就是我们就是要努力，我们要怎么怎么着怎么着，他就是每次都这么跟我讲，但是就他银行卡里多少钱我都不知道，就但是他现在说能开店了，就一两个 W， 没多少，我不清楚，我不清楚，我不清楚，就是抖音，你们刷的礼物都是直接体现到他的支付宝，跟我都没有关系。欧某鱼卖的那些东西绑的是妈的支付宝，哎呀，我真是气死了！欧某鱼绑的是我妈的支付宝，然后每次就是成交成功了以后就打到妈那去，然后妈又不会用，然后妈每次就去问星这个怎么用，然后星就把这个钱转出来，然后说你等你菜钱不够的时候我给你打妈。然后我当时忘了用我自己的淘宝去注册这个某鱼了，我当时用成我妈的了。我很无语，就是秉持着我该开发第四个 APP 了。秉持吧，因为我们的妈妈比较喜欢买一些保养品，就秉持着老年人如果身上装太多钱，容易被那个保养品就是洗脑，然后乱花一些有的没的，我们就是买一些保养品，最后我们就只能心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心碎？那就是我觉得妈身上也不能装钱。这个就是我跟妈就是一致，我们俩也达成了协议。妈就说：“行啊，我花不着。”我说：“那行吧，我就不给你了。”妈，那妈说：“嗯，没事，我不要。”然后妈每次就说：“你给你哥点吧。”我说：“那不能给。我说我跟你不一样，妈。我说你管不好老爷们儿，我还能管不好老爷们儿吗？
大家你心碎我不心碎。大家帮我们第三个视频点点赞好吗？就还差200个赞就到10000了，因为是恰饭的那个，就是第三个那个要不要挑战，你这个就发了2个小时都啊，天哪！我跟你说，就是你有点江郎才尽，就是我给你讲在第三个第三个视频，你好棒呀！你真的是我们家的顶梁柱，就是你看你想拍什么，行，别在这虚伪了，别再虚与委蛇了，我觉得，棒呀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你真的就是又有想法，又有才气，然后随便选了一个东西，我们拍完以后，它就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吧。嗯，哎，我真的女生不能吃，我真的我要跟你们讲一讲，我就是有一天早上我饿醒了，他们就虐待我。我有一天早上我真的是饿醒了，我有一天早上我特别想吃肉松面包，真的我是从睡梦中饿醒的，真的，我起来以后我就查外卖，我做那个梦特别奇怪，我做梦就是我不是周村人吗，我做梦我骑着那个，我做梦我租了一个共享单车，就共享电动车，然后我带着星星，就是共享那是能带人的那种共享电动车，然后我就在后面我驮着星星，然后我从周村一直骑到了张店，然后骑到张店以后吧，就路过了一家面包店，然后就进去了，然后我们俩就跟那种乡村土大妞一样，然后我们俩就看中了那个肉松面包了。我不是乡村土大妞，你是乡村土大妞。你在我的梦里比我还土呢。然后我们俩就看中那个肉松面包了，然后是别人去付钱的时候我们看中了，然后我们就去找，然后那个收银员说对不起，这块面包卖没了，然后我就在那流口水，然后流着流着我把自己流醒了。做梦都不行，做我点好。你是挺土的，但是人家不是，人家可是潮男。你看我穿的都是 ABC， 虽然我这个 ABC 只要150，起来吧，456。周村人做梦吃周村烧饼，周村烧饼就是大家有吃过周村烧饼吗？吃过周村烧饼的请扣一。4560，你没有吃过周村烧饼吗？我不知道，我随便说的。哦，这么多人吃过，这么多人吃过。哎，你们觉得周村烧饼好吃的请扣二，你们觉得周村烧饼好吃的请扣二。三，好。哦，基本都觉得周村烧饼不是很好吃，是吧？其实尝个鲜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你要是一直吃，它可能就没那么好吃了。就是吃几次，前几次吃是挺好吃的。456是向我示爱，骗谁呢？我不会说山东话呀，我是时尚弄潮儿。我是吗？嗯，我是吗？是吗？时尚弄潮儿。你挺弄潮儿。8:20，咱们是不是？能到几点？看我给你拍一个变装，敬礼变装，敬礼变装。